哎呦，这样不好玩，要玩就玩大。啊，学长，学长，不要乱动！学长想要躲什么？我们来比比看，看谁的球先踢中他。如果我赢了，以后他归我。 那如果我赢了呢？你想要什么？你学长可能不知道，我以前参加过女子足球队哦。 嗯，哎，差一点呐，没踢中啊！